唐克星在某大型国企公司工作，一个人在北京生活的他美丽时尚自信，他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我最喜欢白色的玫瑰和白色紫罗兰了。紫罗兰和我的性格有一点像，它很浓郁，很热情，悠扬了，我喜欢。白色很纯洁。两年前，我那时候长得很胖了，有140多斤。我自己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样子，哇，好丑！我记得我以前是一个大眼睛、睫毛忽闪忽闪的漂亮的女孩，结果胖了以后呢，那脸圆嘟嘟的，然后好像眼睛也变小了，嘴也变小了，下巴也变厚了，让自己变得很没自信。然后我和一个朋友，他和我一样，他也有一点点胖，我们两个商量着，怎么能让自己苗条一点呢？哪怕是瘦10斤、瘦5斤，觉得很难。但是那也不能一直这么发展下去啊！我们俩商量着就去找，就是健身啊之类的这种方式。一开始还试过很多吃减肥药什么的，弄得身体也很虚弱。后来选来选去的，觉得舍冰好像挺综合的。去参观了一下，去观摩他那个现场，有舞蹈的动作，然后还有健身的动作，各种各样的融合在一起，感觉很新鲜，然后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所以我们俩就都报班去了。舍冰训练之所以对唐小姐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不光是她动作的优美，在训练动作的编排上，舍冰的研究者都考虑得很细致，每套训练动作的节奏上是难易结合，力求使会员达到在课上出了一身汗，但又不觉得很累。Если, скажем так, на холодный, да, вот пришедший с улицы организм, человек пришел с улицы, он там было жарко, холодно, это не важно. Вот, мышцы в этот момент застыли, они еще холодные. Мы сначала повышаем температуру человека и разогреваем его мышцы, чтобы пошло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нам области. То есть сначала в каждой тренировке есть разминка, потом сложность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вышается, а потом она понижается к концу,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человек перед тем, как уйти из зала, пришел в норму. Тань 小姐觉得舍冰动作优美，看上去也不很累，而且有针对每个人给予科学的指导。2004年5月，他正式开始了舍冰的训练。左推手。第一次练完了以后，我觉得很累，真的很累。可能是因为自己平时不常运动，然后加上那个有一身的肉肉嘛，然后稍微运动一下就觉得很大的负担。因为新会员的身体素质，大多不可能对舍冰的训练量立刻适应，在开始练的时候，教练会给新会员安排循序渐进的训练量。而针对老会员来说呢，一般都已经养成习惯，每次来都知道每节操都是针对哪些部位训练的。为了增加一些新鲜感，每3个月会换一套训练内容，但是次序不变，只是动作变化。1、2、1，好，加快速度。1、2、1，好。一般会根据会员的情况安排每个星期训练2到3次，一般会根据会员的情况安排每个星期训练2到3次，一次85分钟。这个也是经过了多年的研究才确定下来的。二
一周两次保证了会员既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又能够对健康有保障，达到塑形的目的。所以也可以说，舍宾侧重的不只是女性的运动，而是以达到健康为目的的。刚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唐小姐觉得应该很快的就有效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以后呢，新鲜劲儿过去了，而且发现自己的体重并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一两斤的浮动，反反复复的还是原来的体重。然后我就很着急，甚至有点灰心了。为什么我没有效果？如果人家为什么都瘦了，我没有效果，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或者是我根本就不适合这种运动呢？教练，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都练了一个月了，然后每天也都坚持来，每次都坚持来，也没有旷过课。我现在你看还这么胖，这么一斤瘦，你给我指导一下，是不是什么地方做的不太好？好，你现在的饮食结构呢，基本上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呢，还需要再更加注意一些。第一个是要，饮食搭配结构要合理；第二个是要少吃多餐，每餐控制在七分饱左右。然后一定要坚持锻炼，认真的每一次都要坚持住，这样才会达到你所需要的效果。他就给我指出来说我的那个热量摄入的，属于正常人的摄入的量，如果你想瘦的话呢，最好是能够再减一点，然后呢，运动量以后呢，可以根据自己，因为开始适应了这个健身的那个节奏了嘛，可以稍微加大一点。然后他给我点拨说，你主要比什么地方是最着重要先瘦的？他说，比如说上腹部，然后大腿内侧、后背。虽然那个还没有正式到第一个月的测试时间，但是教练他很有经验嘛，他给我大概的点拨了一下。然后我就按照他的指点，以后就着重的去练那几节。唐小姐按照教练指出的，一方面控制饮食，一方面认真的训练。她的坚持到底有没有效果？能否达到她减肥的目的呢？第二个月我又去找教练，我说你给我测试一下，我看看现在怎么咱们那个分析一下，这个电脑分析看看到底结果那个效果怎么样。然后测完了以后，数值有很大变化，体重方面呢和原来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身形开始变化了，以前肥胖的地方脂肪开始慢慢的转肌肉了，然后人看起来精神很多，瘦长就是有感觉自己纤细了很多。整个从前面到后面的安排，我觉得是又是非常的合理。它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化训练工程。我练到十个月的时候，我从140多斤减到110多斤。他声称能够减肥不反弹，很短的时间就长了50来斤。为什么在瘦下来以后又会反弹呢？敬请收看百科探秘特别版，让身材更优美。舍宾是由五大部分组成的，它包括姿势、姿态、步态、协调性以及肌肉练习部分。其中姿势部分是多是一些上肢大动作，比如说像这样的动作，像这样的动作，它是通过一些上肢大的动作有效地使我们的上背部以及胸部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姿态部分更像是一个舞蹈，比如说它通过一些很优美的动作使我们的像这种健身比较枯燥健身动作得到一个更好的趣味性。步态是通过我们课上的一些练习有效地改善我们步态平时走路中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是外八字内八字，我们都给它改善过来，使我们的女性美
更能充分地发展出来，然后使我们更自信。然后这个协调性部分呢是，然后这个协调性部分呢是通过一些简单的动作使我们的左右脑更能更好的发展，让使我们对一个音乐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肌肉练习是舍宾的经典部分，也是这个塑形的关键。它通过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像这种非常简单的动作，使我们身体各部分的肌肉达到这个塑形的目的。舍宾的这五个部分是融在整个训练当中的。训练开始，首先是姿势、姿态的练习。会员们跟随教练完成一个个优美舒展的动作，接着换上高跟鞋，听着教练的口令，感觉像舞台上的模特一样，转身、留头、上步、行走。协调性练习的时候，有的像阿拉伯民间舞蹈，有的又好像俄罗斯舞蹈。注意手臂向上的时候不要弯肩膀。一、二，非常好。很快就是最后的肌肉练习了，这时候会员们才感觉到了辛苦。请大家和我一起侧脉搏，预备。开始。每节动作结束的时候都要测量一下脉搏，一般是测6秒钟的再乘10。特别要注意教练告诉的每个人侧重锻炼部位的脉搏。停，多少？13，非常好。比如腰腹部的目标计划是减脂，那么练习到腰的时候，脉搏量必须控制在有氧区域，如果达不到不会有效果，如果超过了，刺激到的却是肌肉部分，脂肪却没有动。因为脂肪分子必须与氧原子结合才能够代谢成葡萄糖，达到燃烧脂肪的目的。当运动过量，人体处于无氧状态，脂肪分子依然在脂肪细胞中无法分解，所以仍然达不到减脂的目的。第三个月，刚刚去练的第二次，我就瘦了4斤，发现自己，哇塞，别提多高兴，那天简直就跟小孩一样，满屋子跑，然后告诉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同事，他们说，哎呀，我瘦了，他问他们，你有没有看出来呀？他们说，这太明显了，谁都看出来了，地球人都知道我们星星瘦了。然后我也很高兴，也是这么坚持。第三个月我一共瘦了9斤，10个月的时候我从140多斤减到110多斤。3、4。由于唐小姐自己的坚持，教练的细心指导，正是在她与教练的积极配合下，那时候一共减去了大概15公斤左右的重量。杠前面都做得非常好。除了上面介绍的分解训练，舍宾训练还有一种就是合成训练，是针对那些经过测试以后需要增加肌肉的人们，比如平时我们看到比较瘦需要增肥的人群。手臂放松啊，后背后腰千万不要用力。对，抬头，我们说过抬头可以减少我们双下巴的产生，臀部呢可以减少我们颈部皱纹的堆积，可以缓解一下我们颈椎、腰椎和脊椎的疲劳感。坚持，一定要记住用臀部肌肉带动啊，让我的手掌感觉你的臀肌推动我的手掌，好极了。觉得这个沙袋的重量如何？可以，还可以哈，坚持了。记得我们说过做合成的脉搏啊。160。对。饮食怎么样？今天有没有吃东西？吃了。吃了是吧？蛋白粉呢？喝了。运动前后吃东西了吗？嗯。非常好。感觉比原来结实多了。原来比原来稍微胖了点，整体上感觉是稍微的圆乎点了。好的，坐下来帮你测一下脉搏。很
累吧。这个应该到了，手都发抖了。不错不错不错，做臀部的时候肯定会到了。好了，休息一下下。当我正好感觉不错的时候，觉得自己收获很大。这时候工作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公司新成立了一个事业部，特别忙。当时因为我还属于这个事业部的筹备人员，我们人员很少，所以经常加班，晚上经常加到很晚才回家，所以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比较少，就间断了一段时间没有去舍宾。这样子其实对我来说是很不好，但是也没有办法，没有选择。经常吃油腻的工作餐，加上一些必须的应酬，唐小姐刚刚形成好的饮食习惯又被打破了。唐小姐在工作的时候大多是坐在电脑前，整天加班使她的运动量大大的减少，而且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使她非常疲倦。因为晚上老加班很晚嘛，然后很晚回家，一吃饭直接吃了以后就休息了，因为没有运动也没有消化，所以腾腾的就长肉。很短的时间就长了得有十来斤，然后忽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很沮丧，但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整个从前面到后面的安排，我觉得是又是非常的合理。它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化训练工程。我练到十个月的时候，我从140多斤减到110多斤。他声称能够减肥不反弹。很短的时间就长了得有十来斤。为什么在瘦下来以后又会反弹呢？敬请收看百科探秘特别版，让身材更优美。把单调留给自己，把多彩带给他们。七匹狼多彩 T 恤，步步高万语通，课程同步学，考点全掌握。万语通天下，成绩步步高。步步高万语通9288。按说舍宾，你练习舍宾不会反弹，但是饮食是很重要的。如果因为你的生活不规律，你的饮食不规律反弹，这不叫反弹，这叫长胖了，是你自己生活不规律导致的长胖了。人之所以能胖，除了遗传的原因，单纯性肥胖的人，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摄入的热量比消耗掉的热量多了很多，不喜欢运动，加上饮食习惯不正常，正是导致肥胖的主要原因。然后我现在终于可以再次去练习舍宾了，于是我又报了一个班，开始进那个步入我的那个计划。我计划第前两个月一定要瘦5到10斤，然后第三个月要瘦到10至15斤。于是还和以前一样坚持。舍宾在训练的同时非常重视会员的饮食结构上的调整，在开始填写表格上就有关于平时饮食习惯的调查。在训练中，教练也会经常对会员讲解针对每个会员具体的饮食方法。营养分析里面你这边有几个错误在里面。首先说 B1，身体内缺少维生素 B1 和 B2， 在工作中会影响神经系统和人体短时的能量运输。建议呢多吃一些麦子啊、牛膝、牛肾、芸豆、豌豆、鸡蛋这些东西，它是富含维生素 B1、B2 的。建议呢你多吃一些无脂的肉类，就是说瘦肉，豌豆、芸豆、荞麦粥、麦子和土豆，它是富含维生素 B6 的。
教练也会建议会员每天少吃多餐，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舍宾不提倡会员节食，但是在训练的当天会有一些要求。在训练前的5个小时可以吃一些动物蛋白的食物，训练的前3个小时可以吃蔬菜水果等，训练前1个小时可以喝些水。哎，回来啦，是不是让我们快点，我要肉包子了，吃你的啊。我今天练手冰了，还练了？对对，先别弄，弄回来。我今天不是，你就弄你自己的就行了。怎么着练的？哎，可好玩了，我跟你说，跟以前的那个健身的都不一样。是吗？对。我现在喝点果汁吧。我不是刚练完1个小时吗？现在能喝水。然后教练说到3个小时的时候还能够吃点青菜呀什么的。之后我就可以正常吃饭了，一点都对呀、还可以。我要不然的话，我才不练呢，让我不吃不可能。那能吃别的东西吗？就是比如说那个咱们平时吃的草莓啊之类的，能吃，真的。训练后3个小时就可以吃一些蔬菜水果，有助于排出残渣，为机体供应维他命矿物质，同时还不会令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升高。训练5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正常的饮食了。И наши ученые проводил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экспериментов перед тем, как был выработан подобный режим питания. Использовался опыт и олимпийской сборно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спользовался опыт которые мы проводили на группах добровольцев. То есть мы сначала проводили длите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пользуя не тольк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о и предыдущий опыт. И все это показало, что следует установи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режим питания.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Эт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обиться необходимого результата.当唐小姐公司的工作走上正轨，她有了更多的自己的时间，可以过自己喜欢的业余生活了。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减肥。开始，因为我是第二次练了嘛，因为以前有点底儿，不像第一次那样，一两个月下来没什么反应。我这个非常明显，直接脂肪下降，做各种测试都开始往很好的分值去达标。2个多月的时候已经瘦到有10多斤，比我原计划的要超出很多。然后我的朋友和同事他们都说你变化太大了，这个忽然就变了一个人似的。现在我已经坚持了，到3个多月了，我一共瘦了有15斤了。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坚强的意志，是唐小姐能够成功减肥的关键。这时候吧，我就觉得舍冰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对我的生活来说已经是不可少的了。我不但慢慢的在适应它，它也融入了我的生活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我在舍冰俱乐部里面还交到了好朋友，然后在饮食方面也总结出一些自己的心得和经验。时间长了以后就变成你的生活习惯，原来的不好的一些就都改掉了。我不会再到晚上或者是什么时候再大吃大喝，自己下意识的就会懂得去控制。右侧，记住最后一次要扣膝盖啊，推手。左侧。舍宾带给会员的其实不仅仅是能够减轻体重，它给女人带来的是身材的优美，心灵的自信。六，七，留头。
调节上部转体，非常好，留头摆动，回头迈步向回走，双手臂摆动起来啊。好的，上部转体回，直接向前走，不加手臂的曲步左脚，记住后面脚不要离开地面太高。900年前，人们用什么方法计算时间呢？滚动的钢球能够做到分秒不差吗？北京鼓楼重现900年前的钟表，它是出土文物还是今人复制呢？敬请收看百科探秘特别版《滚动的时间》。